慢慢吃，慢慢吃，一口一口，小小口，小小口，太大口会噎到哦，小小口。阿妈买的香蕉好不好吃？在哪里买？在菜市场。菜市场有没有买？买什么？有袋。对，还有一个葡萄干的吐司。可以不？可以呀、反过来就没有了，被你吃光光了。要不要喝一口鲜奶？会不会太干？不会哈。不会。